很多人说杭州的雷峰塔装了电梯没有历史感，今天就带你们去一处超有历史感的古塔——六合塔。六合塔在八卦田西北侧 3.8 公里，可以和八卦田安排在同一天游玩。六合塔始建于宋朝，最初为镇压钱塘江潮而建。塔高59米，内部为砖石结构，共七层，外部木结构楼阁式檐廊为8面13层。走进塔里面，每一层的这个楼梯还是非常陡的，上下楼梯一定要扶好把手。随着一层层的向上爬，你会看到对面的江景越来越开阔了。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，脚下的地板一层比一层清晰，越往上我都不太敢靠近窗边了，希望是我想多了吧。我还发现这里有个暗门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会有密道呢。另外，塔内每一层的墙壁上、顶棚上都会有各类形态各异的龙和将军图案，可以慢慢的欣赏。这天出了塔后，刚好遇到一位视频博主在拍古装。最后，让我们静静的欣赏这位郑玉溪博主的容颜和他优美的舞蹈，来结束这个视频吧。